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，记诵第五首看起。于法无所著，无念亦无染，无住无处所，不坏于法性。此中无有二，亦复无有一，大智善见者，如理巧安住。清凉大师告诉我们，这两首偈，书里面讲啊，次二偈，实前双飞，一偈半，也就是六句啊，有六句经文解释非照义。初句是总，就是我们刚才念的于法无所著。这个著不是执着，比执着的意思还深啊，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常讲的于一切法不但没有执着，也没有分别，也没有起心动念，这是此地无所著三个字的含义。那我们很清楚地理解到，如果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执着，都不执着了，那就恭喜你啊，你就证得小乘的果位了，啊，证得阿罗汉果了。如果在华严经上呢，那是十性位里面的七性位菩萨，啊，七性位断证的功夫跟阿罗汉相等，啊，就是执着没有了，还有执着的习气，啊，到什么时候执着的习气没有呢？再提升一级，实际上啊，阿罗汉呢，就是要断习气，啊，执着没有了，他有执着习气。习气断掉之后啊，他就升级了，啊，升等到八性位了，啊，八性位断证功夫相当于辟支佛，啊，那么诸位就晓得了，阿罗汉执着没有了，辟支佛了，执着的习气也没有了。那我再往上去，就断分别。啊，八性位的菩萨，要把分别放下了。啊，不但没有执着，
对事出世界一切法了，没有分别了，那么他就升等，升到九性位了。啊，九性位呀，在四圣法界里面来讲是菩萨。啊，他没有分别，但是他还有分别习气。把分别习气断尽，那他就到实性了。啊，实性呢，在四圣法界里面是佛。天台大师六级位，这个六级佛里面，叫相似即佛。这个意思说的，它不是真的，很像啊，很像佛啊，它不是真佛。为什么？妄想没断啊。妄想是什么呢？妄想是起心动念啊，也就是说他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他还有起心动念，这是非常微细的烦恼了。如果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啊，那他又升等了，实性为菩萨了，升等就是初住菩萨了。初住菩萨，诸位要知道，华严是圆教，他就脱离了十法界了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十法界没有了，啊，他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他住在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。成佛了啊！我们知道啊，他妄想没有了啊，他还有妄想习气。妄想习气是在十报庄严陀里面断啊，很不容易断。华严经上讲的41品无明，那就是无明，无始无明的习气啊。习气由厚薄不同，把它分成47品，在华严经呢分配在十住菩萨、十行菩萨、十回向菩萨、十地菩萨，这就40个位次了。后面还有一品等觉菩萨，叫41品无明啊，无明习气，要讲清楚啊，是无明习气。无明习气越薄，地位就越高啊。这个无明习气越浓呢，它地位在下面。可是诸位要知道，到底有没有这41个位次？我们要多想一想，这个人在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还有什么位次吗？没有位次了。所以这41个位次不能说他没有，也不能说他真有啊。真的来讲呢，他没有。我们这个世间地位高下从哪来的？从分别执着来的啊。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哪来的位次？
尤其是起心动念都没有了，还有什么为持呢？啊，所以跟你讲，真的是没有。啊，但是这种无明习气后薄的现象有没有呢？那真有，那不能说没有。啊，那有啊，那佛讲41个为持没讲错。啊，所以这桩事情啊，不能说有，也不能说无，这我们要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啊，如果41品无明习气断尽了，给诸位说，诸佛如来的10报庄严土没有了，没有之后都到哪里去了呢？他回到常寂光去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净土中讲四土啊，啊，最高的是常寂光土啊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四土是怎么形成的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常寂光土啊，就是我们圆满的自信，回归自信的。就是证得究竟的佛果，自性里面没有现象啊，也就是说它没有物质现象，它也没有精神现象啊。实在讲呢，精神跟物质是同时发生的，它永远离不开的啊。精神里面有物质，物质里头有精神。啊，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的实验给我们证明了。啊，你看水是物质。啊，我们现在科学把它定的名词叫矿物。啊，矿物就它不是生物。啊，纯物质。哎，里面有精神。有见闻觉知，有受想行识，有色声香味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在2500多年前为我们说出来，现在的实验还不能把它完全实验出来。啊，只试验出来啊，这个水啊有见闻觉知，有受想行识，啊，在色声香味里面呢，只看到了色法，啊，声香味没有明显的试验出来。我们对于释迦牟尼佛不能不佩服啊！啊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佛在《大乘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就在华严上啊，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啊，于是我们就明白了。啊，佛为什么这样的通达明了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妄想，他没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。正所谓啊，放下就是啊。这一句5个字就总说了，于法无所著啊。啊，这个镯子里面呢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断掉了，啊，都放下了，这是总说。下面5句别说
啊，怎么无所住呢？你看，无念亦无染，清凉大师注解里面告诉我们，能照无著，故云无念，亦不染此无念，那叫真的无念。那如果我们觉得，哎，我现在，哎，能照了无著了，啊，我已经到无念了，你们诸位想想，他有没有念？有啊，他还有个无念呢。为什么有无念呢？因为你染了，无念有，那叫真无念呢。还有无念不行呢。啊，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六道，六道在天道里面，啊，天也相当复杂了。啊，佛把天分为三界，啊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。色界有18层天。四禅里面有无想天，那个无想天人呢，也就是无念了，啊，他什么都不想了，修这个法门，真正修成功了，他就生无想天。啊，无想天里面我们要问呢，他是不是真的无想呢？他只要有无想，他还是在想啊，想什么？想无想。就是说他染着无想。这个错了。啊，他到无想天就不能再往生往上升了，寿命到了之后，定功失掉了，他就往下坠落。啊，修这个定不容易啊，啊，修到四禅天呢，寿命很长啊。佛法里面叫长寿天，啊，那个不是涅槃的境界，啊，寿命到了，也就是定功失掉了，往下坠落，落在哪里呢？多半落在地狱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谤佛。他为什么会谤佛？他误会了，以为无想天就是大般涅槃。他自己认为啊，他已经成佛了，证得究竟的佛果了。啊，到定功失掉的时候，他就怀疑过去这些古佛如来所说的是错误的，我已经证得大般涅槃，为什么我还要堕落？啊，为什么我还要退转？啊，起这么一个妄念，自自然然连带着就起了怨恨，好像被诸佛菩萨骗了。啊，这个修行正果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
因为这一个业因堕落在阿鼻地狱，是不是跟诸佛菩萨结罪呢？不是的，诸佛菩萨永远慈悲，不会责怪你。啊，跟谁结罪？跟那些受你影响而对佛法产生疑惑的人，对佛法丧失信心，他们退转了，这是堕阿鼻地狱真正的业因。啊，我们自己做错事情无所谓，但是你有影响啊，你影响别人呢，你得负这个因果责任呢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贤首过死望境还原观里面，啊，在四德第二条说得好啊，唯以有则得了。啊，这一条是信德。啊，信德说的是什么呢？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缘之中，这个境人事环境，缘啊，境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。我们要给一切众生做好榜样啊，不能做坏样子啊。啊，如果我们的样子不好，别人看到了向我们学习，或者别人看到之后了，啊，会心里起个疑惑。学佛不过如此，这个罪就不得了啊！啊，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啊，有这个不好的念头、不好的行为无所谓啊，对自己无所谓啊，对佛菩萨无所谓，对佛菩萨真的是无所谓，但是对一切众生呢，那就有所谓。啊，在佛法里面讲，你破坏了佛法的形象，你让大家对佛法起何怀疑？啊，起了疑虑，不肯认真学习了，你要负这个因果责任。那么这些众生，不一定是人，人是你看得见的，除了人之外还有九法界众生，你肉眼看不到的啊，现代科学所说的不同空间维次的众生啊，我们看不到他，他能看到我们，我们做的不如法影响他们对佛法信心，这个因果责任要背啊。所以戒罪啊，是从这个地方戒罪的，绝对不是说我们违背佛菩萨的教训，哎呦，他很生气，惩罚我们，不是的，那你完全搞错了。佛菩萨大慈大悲，你做无逆十恶罪，佛菩萨不会怪你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起心动念，他要起心动念，他是凡夫了，他退转了，哪有这个道理？啊，你看我们这点于法无所着，刚才讲了，于一切法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你干什么样的坏事的时候，人家能如如不动？啊，他不跟你戒罪的。所以这个要知道，戒罪是我们不善的思想行为，会影响不同空次
我维持的那个空间众生，这个要负因果责任。啊，讲因果，你看《了凡四训》，云谷禅师对了凡先生就讲的很清楚。啊，善与恶，大小从哪里论呢？论它影响的范围，论它影响的时间。啊，善是恶是是一样的。善影响的范围大，影响的时间长，大善。啊，像释迦牟尼，像孔夫子的这种教训善，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影响2500多年，影响到全世界，大善呐、啊！啊，那要做恶呢，也是一样，你这个恶的影响面多大，影响的时间多长，你在阿鼻地狱受罪的时间长短是用这个来算的。我们细心想想呢，它挺有道理的呀，不是随便说的呀。啊，所以这些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无念也无染呢、啊。这就是能照无所住啊，与一切法像什么呢？像镜子一样，用心如镜啊！啊，我们每天早晚都要照照镜子啊，早晨起来啊，洗个脸照镜子，晚上睡觉之前也都照照镜子，有没有一下觉悟？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像镜子一样，镜子怎么，你看无念也无染，他照得清清楚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，他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用心如镜子是谁呀、啊？华严经上说的化身菩萨，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了，他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啊，无明习气没有断尽。华严经上称他叫化身菩萨，无明习气断尽了，他是究竟佛果啊。化身菩萨也叫做分身分证佛果啊，就是说他不是圆满的佛，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假佛，他跟设法界的佛不一样，设法界是相似即佛，啊，他是真佛。无念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无染。然是习气啊，这个不起心不动念，但是还有起心动念的习气，那叫然。然没有了，习气也断了。从这一句看，这两句连起来看，
这是什么人呢？这是究竟佛果啊，圆满的佛果啊。啊，第三句，无住无处所。前一句是从能照来说的，这一句呢是从所照上来讲的，有能有所啊。啊，这就是第三句啊，啊，所照无着，所照是外头境界啊，啊，就是前面讲的一切法。一切法是所照的，我们把照字换一个词，注意就更容易明了了。啊，我们把能照换成能知，大家好懂。啊，我的心能知，所知呢是外面的环境我所知的，所照的也无着，也就是你在一切环境上面也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起心动念。为什么？佛在大乘经里都常讲，特别是般若经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我们看到了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，我们听懂了，我们听明白了，知道事出世间所有一切现象，都不存在啊。我们所能够感触到的现象，全是一种虚幻的相似相虚相。啊，就像我们看电影，在荧幕上啊看到的现象，啊，这种常识我们大家都懂得了。啊，电视、电影、荧幕上的现象怎么产生的？啊，是一张一张幻灯片的影像，啊，这许多幻灯片没有一张是相同的，张张是独立的。啊，前面这一张放出来，你看了一看，立刻就换第二张，第二张看到立刻换第三张，速度太快了。快到什么程度呢？一秒钟24张。现在的电影啊，一秒钟24张。你就感觉到啊，好像是真的一样哎。那么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假如他的速度提高到一秒钟，1280兆丈，那是什么境界？
一秒钟24掌，你已经觉得很逼真了。如果速度加到一秒钟，1280兆丈，那是什么现象呢？就是我们现在现实社会环境的现象。我们把这个电影的荧幕比喻作长激光图，把荧幕上现出来这些色相音声，这里面就是十宝庄严图、方便有余图、四圣法界、凡圣同居图、六道轮回，现这些现象在里头。啊，那个速度呢，都是1280兆分之一秒的速度在移动啊。长激光图不是精神，不是物质啊，就像荧幕一样，它一无所有，它什么都不是，能现一切境界啊。长激光图在哪里？就在现前啊，我们从来没有离开长激光啊，只是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把长激光里头现的这些幻象啊，我们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，所以现的相很复杂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相随心转呐、啊，你相信吗？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你明白了吗？真的从心想生，心要不想了，就回到长久光了啊，那就恭喜你啊，你就成佛了。由此可知，凡夫成佛在一念之间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三种现象具足，这妄想分别执着，不但具足，而且非常强烈。啊，强烈什么？强烈的时候，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啊，心不清净的，烦恼太重啊。那如果稍稍放下呢？放下你就感到很自在，为什么呢？烦恼轻，智慧长。啊，唯有上上根人，言下顿悟啊，言下顿超啊，在这几句话当中，你一听呢，你马上你就悟。你立刻放下了，你立刻就超越了，超到哪里？一直超到如来地啊！啊，为什么放不下？习气太重啊！确确实实，我们这个大乘经熏习的时间长了。啊，知不知道呢？知道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为什么还是放不下？就是习气太重，天天学习，天天忏悔。啊，忏悔不在形式，
忏悔就是真放下。啊，放下一品，就有一品的功力出现。啊，正是所谓是，放下一品烦恼，就透一品智慧。啊，修行功夫得力在哪里呢？在烦恼轻，智慧长。啊，这一桩事情开头难，到功夫用到成熟了，就像几何级数出现了，加速度啊！这个时候，你就尝到大乘教里面所说的。法喜充满，啊，常生欢喜心呐，啊。没有到加速度的时候，法喜出不来。啊，等到法喜有法喜的时候，那就有相当功夫了。那么在一般讲的时候，到什么时候才有呢？啊？证得阿罗汉果的时候就有了，真的那个进步是加速度的。如果我们把标准放低，啊，低到不能再低的时候了，那就是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初信位的菩萨，啊，你证得初信位了。法喜也透出来了，啊，初信位也虽然还没有离开六道啊，初信到六信都没有离开六道轮回，啊，到七信位才脱离六道轮回了，啊，虽然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呀，但是决定不堕三恶道。这六道里面的小菩萨，啊，常常也有退转呐，有进进退退，啊，但是不怕。有大菩萨会常常照顾这些小菩萨，啊，小菩萨退转的时候，这大菩萨就来教导他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谓的善护念诸菩萨。啊，这是如来嘱咐这些大菩萨了，要善护念这些小菩萨。这小菩萨就是六星位以下的，啊，必须常常照顾他。啊，所以他纵有退，他不会退到三恶道。啊，叫位不退呀。啊，那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修到这个境界？肯定没有吧。啊，为什么没有？因为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底线。啊，也就是证得华严圆教初信位的菩萨需要什么条件？我们知道。那我们想一想呢？这条件我们没有。佛说了五条，我们一条都没有。啊，第一个呢，身见，我们依然执着这个身体生活，身见没破。啊，这条没有，就没做到。啊，初信位的菩萨，身见破了，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
这个四条他做到了，我们没做到啊。第二呢，叫边界啊，边界就是对立。我还常常跟一些人对立啊，这个人我喜欢他，那个人我讨厌他，讨厌他是对立，喜欢他也是对立。哎，为什么呢？你还有人我之分，还有善恶之分，还有真假之分。啊，还有大小之分，还有利害之分，你还有这个念头。这不行。啊，第二条也没有。啊，第三条是见取见，第四条是戒取戒。这两个合起来讲叫成见。成见是什么？自以为是。啊，我要用我的标准。啊，嫁给别人。戒取见是因上的成见。见取见是果上的成见。啊，那佛菩萨有没有成见？给诸神没有。小乘须陀洹就没有成见了。没有成见，他应化在这个世间，他随缘。什么都好。你干善事好，你干坏事也好。没有一样不好。啊，所以他有智慧。有德能，他能观机。你过去善根深厚，你的缘成熟了，他教你，你能够理解，你能够修行，你能够回头。如果你没有善根，他教你，你听不懂，你不会回头，他不教你，随顺你。这佛菩萨，世间我们儒家讲圣贤君子啊，教人呢，哎，他也是这个原则啊。我跟李老师学经教十年，他老人家办了一个经学班，就是培养讲经弘法的人才啊，这都是他学生，20多个同学啊，我也是其中之一啊。老师对待每一个同学不一样我们心里头有疑惑，初学佛嘛啊，为什么老师对这个人很严厉教导他，对那个人很客气啊，总是笑眯眯的，很谦虚啊。我们看了常常见到也不敢问啊，老被老师看出来了。有一天老师把我叫到房间里啊，给我讲啊，你是不是看到我对像林看志这些人很凶啊，从来没好脸面啊，常常责备，有的时候骂人打人啊，对某些同学很客气。我说是啊，你有疑惑？而是有疑惑，我不敢问。老师说，那些是可以教的，可以教，要不教他叫圣人。
啊，你对不起他。另外那些人，那不能叫的，他不能接受的，不能接受你用这叫你跟他结怨啊，他不服，他的根性没成熟，他只能来随喜来旁听，不能认真，跟他结个善缘，等到他善根成熟再叫他，哦，我们才恍然大悟啊！啊，佛菩萨有耐心啊，哎，老师也很有耐心啊。啊，所以是佛家讲的善根福德因缘啊，善根福德，福德没有现前，善根没有现，没有成熟的话不行啊，你不要跟人结怨的，结怨怎么样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你在六道里头做什么事情都有障碍，障碍从哪来的，障碍从冤来的啊，我们真的是做好事，好事多磨啊，就从这来的啊。所以佛菩萨来做事情，他没有这磨啊，他们通达明了嘛啊，无论对于顺境逆境善缘恶缘，都没有起心动念过，更没有分别执着啊！所以利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啊，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，也就是我们要把自己错误的行为修正。啊，修行从哪里修呢？要从根本修。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根本，根本是什么？根本就是利妄想分别执着，就是于法无所住，这一句是根本。啊，真正于一切法不执着了，智慧就现前了。你处事待人接物，你用智慧，你不是用烦恼啊！这个是诸佛菩萨了，应化在世间，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啊！我们能从经典里面，经典里的奥义，这华严奥旨啊。我们用凡夫的心，用凡夫这种烦恼习气，就读经，读的是没错，意思不同。啊，感谢祖师大德，来帮助我们解释。啊，帮助我们解除迷惑，显示出如来所说的真实意。啊，这就是注解。啊，我们今天学华严，依靠的是三位大德。啊，第一个是清凉大师，苏超；第二个是李通玄长者的后论。啊，第三个是清朝乾隆年间福州鼓山道佩法师的学习报告，就是《素论摘要》啊。我们有这三位善知识在引导啊，如果没有这三位善知识，这经我们看不懂啊。
虽然有三位善知识在真理，帮助我们。如果我们自己业障太重了，还是不懂。这现象很多啊。啊，那么我接受这三位善知识的指导，我能够理解少分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我的业障啊，轻了一点，不容易。啊，如果我们十年十年做比较，那就太明显了。啊，诸位同学，你们都亲眼看在眼里。啊，我今年82岁了，你们听听我72岁那个时候所讲的经，再听听我62岁所讲的经。再听听我52岁所讲的经，境界不一样啊！啊，42岁所讲的经，哎，我都是看这三个人注解啊。